呢间位于旺角闹市嘅小学系优才书院初小嘅校舍，学校好注重父母嘅参与，为优先取录学生嘅家长提供多元资优生家长培训课程。优先取录嘅学生，咁就佢可以上呢个家长课程啦。咁即系因为始终有啲家长佢都唔系话一定会注册做我哋家长噶嘛。咁但我哋都即系都冇乜所谓啦。咁都照嚟听下先。又不算話太過頻密的內容啊，或者是安排都應該都是用心的。我覺得對雙方面都有好處。就算他讀完曬之後，佢我哋學校冇學位收他，但他都獲益了嘛，一個免費的課程喎。領袖訓練是學校特別注重的環節，有特別課程提高學生領導能力。平衡啦，就唔好话集中咗，有一啲人有得做，有啲人冇得做啦。咁差唔多系人人一职噶啦。咁都希望有多啲机会俾学生去实践佢一个领导力啦。同埋我哋嘅班长咧系有个章，就唔系带上去嘅，系钉上去嘅。咁同埋一做就做一年噶，即系好多嘅职位咧都即系充分有时间俾佢去即系学习嘅，就唔系话哇一个月轮一次咁样。咁比較要求比較高啲咯，又有宣誓啊，又有就職典禮咁樣。學校都好注重語文教育，小二開始就普教中。而英文方面，學校購置平板電腦配合英語遊戲，俾學生喺小息使用，喺遊戲中學習。Oh, bye.